会给我求婚吧？分手！你要我死吧你！嗨大家，这里是海米学校的醒醒同学。嗨，我是波哥。过几天就是我生日，我回想一下前几年我们生日是怎么过的。网友，所以我就很生气啊！他一个人生日礼物，他第一天跟我在一起送了我一个绿帽子。我之后几年我已经想不起来了。打钱、啊。反正就是没有打钱，然后前段时间不是礼物是礼物，钱是钱，不一样。我跟你说，前段时间情人节他送了我一只这么一只小鸭子，感觉到区别了吗？今年他送了我一个盲盒，所以爱不会消失，会变小哦。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拿个放大镜看啊？好主意，今天一定要把它打开。啊，是这么一只猪，多可爱呀、啊！可爱吗？可爱的请 Q1， 不可爱请扣2。所以今年我的生日就全部交给你来安排。Give me five， 好快！让他给我安排一天的生日行程。好，我们要去哪里呢？想了一晚上，我做梦都在想啊。真的？你想好了？要是带我去网吧，分手！你怎么知道？我开车给我到了一个商场。难道是带我去购物吗？你不会给我求婚吧？今天不是求婚，就是分手的大戏。我把车停在了地下车库，然后到一个小巷子里面。结果你知道现在在哪儿吗？自由家门口。是一个小车，旁边就订了一个小车，赶紧。他在那的私密空间。一样。他给我们来最恐怖、最刺激的游戏。他想玩，我没有想玩，我没有，不是我不想玩，你要我死吧你！你过来！这样子，我们总共有一个。我要进去，都让你死了。我要回家。我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帮我打呀！快点，帮我打！我三个子。我说这是你跑呀！接下来我们要第二个场景，这一个商场可以化妆，随我挑吗？随便挑，随便挑，我给你全包了，就那只要你能挑得出来，我就给你买，不够我再退。我准备去衣服山给自己定制一套化妆品，他们家的产品我用过很多，而且他们的东西非常的多，所以我要去给衣服做个测试，定制一套化妆品。Let's go！ 先卸妆哦，卸妆了。你长麻子了，全长麻子了，那是痘印。点干皮没什么油，但是我以前是油皮。什么时候戴上口罩了？你肌肤还蛮好的，就对，听到没有？肌肤还蛮好的，因为你肌肤纹理很清晰的，就是很敏感。就平常我老是长一些痘啊，对对对，我很容易过敏。测试出来你的肌肤状态是在我们的一个二类肌啊，最好的状态就是我们在二类肌。看油分没有，油分只有四，这个要引起注意，没有油的话就容易干燥起干纹。哦，它就还。现在我给你。变成偏干的肌肤了。你点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这以后化妆品都要涂的吗？对啊。你点了8瓶。对啊。太多了，不麻烦啊。不麻烦。这么多，你需要多少钱？你猜。50应该够了吧？我吃饭钱才50，不少呀。还可以选粉底。皮肤色的。测试彩妆。彩妆。买粉底液，你会给我买什么颜色？我买它。那你觉得我是哪个色号？白偏红的大黄。粉底的话是推荐102，自以为我是最白的。白偏黄没错啊，就是白偏黄。不是给我做化妆品吗？你怎么自己测试上了？咱们俩分着用好吧？还行哎，哎呦，比你好。以后我的化妆品不准用。哎，它测出来还蛮好的，就是油分稍微多一点，水分在60，没有你的高。还比我好了那么一点点，我在2，你在1。水分比你更高，透明度你看。透明度我比你高多了，角质层是80，你比我厚多了。下面吃重还得命格不一样一点。吃重的吃饭吗？飞起来吃吗？跟宇航员一样。想外卖。
集中了外卖的感觉。我为什么是小黄车啊？反正我们两个比较黄吧。我叫了个外卖汉堡吗？终于结束了，操碎了我的心。打几分？十分满分的话，七分。你们觉得他能打几分？分数打在弹幕上。你生日我给你安排，大家要不要看？我一定会让你此生难忘。不过你们把要看扣在弹幕上，那么下次郭哥生日我就给他安排一天。Hello， 昨天晚上用了伊芙莎给你们看一下整体的一个皮肤状态，还是比较健康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。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油皮，然后角质层偏薄，但是昨天检查之后我才发现我缺油，而且我角质层偏厚，所以买东西之前做皮肤检测是非常有用的。根据检测适合我的是这个 S 修复系列这个2号，这款是适合像我这样的中性肌肤，调节水油平衡以及初抗老的，还搭配了他们家这款牛筋水。他们俩主要的作用呢，就是调节我的一个水油平衡，让我肌肤慢慢变成一个健康状态。我之前用的是他们家这个保湿系列，它的乳液已经被我用完了，然后柜姐跟我说他们家的乳液一定要按3次，我之前是只按了1次，因为我觉得1次够了，但是我昨天按了3次之后，我确实觉得皮肤的整体的一个保湿的状态会更好，看来没得省。他们家是那种你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呢，你能感觉到皮肤问题会有所改善，皮肤是会从内到外慢慢慢慢变得透亮变得健康这样子的一个过程。 OK，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请记得给我点个赞哦。